我们是真不快来小球啊！我是信，我是 Vicky， 我是玉玉，我是阿雅，阿雅，我是 Nico， 我是 Bido， 我是彩珍，彩珍，我是许圆圆。哎呦，疯了疯了，厉害！我是柔柔，柔柔。哦，哎，要帮后面的朋友争取一下福利，你们也全员往后跟大家讲。哎呀，跟大家 say hello 好不好？我在帮你们尖叫哦。啊，你看这个冰斗有没有？哎，牌子都带来了。对呀。哎，这个是我们捐部成立的第一年，对不对？就来台中跨年，第一次唱跨年。就献给了台中，大家给他们掌声鼓励！哇！心情如何？心情如何？哪一位当代表？来来。没错，今年是我们焕然小熊，捐部焕然小熊第一次登上跨年的演出，当然有这次机会，我们非常荣幸。然后看到这么多的人一同和我们享受跨年的气氛，我们其实也感到非常的荣幸。对呀、啊，而且其实也不是只有跨年才来，我们之前巡回演唱会也来过台中嘛。那对台中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印象？对，台中印象如何？谁代表吗？你们有人是台中人吗？有啦，有啦，有啦！哦、哇，来来，台中女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没错 ，Hello， 我是 Bido， 然后我其实从很小就很喜欢跟我的家人一起看跨年的表演，哦、对，然后我其实所以就是从小看我长大的，真的都看了八年了。然后我也是一直梦想着有一天可以站上跨年的舞台，没想到今天就美梦成真。太好了，我们就是帮你们这个把美梦化为现实的，对不对？台中最美啦，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台中的女儿，对不对？啊，你叫做玉，对不对？玉。啊，哎、欸，我跟你讲，玉要小心。玉，对不对？哎、欸，这个玉哈、哦，通常单字一个字的名字哈、哦，大家都会加东加西加西的。像我本来叫 Ken， 然后大家叫阿 Ken， 你后面会变成叫阿玉哦。阿玉通常就会是变成卖麻辣的，或者是水饺的比较多一点。哎，对，我们这边也有一个人叫阿勇，阿勇，他是韩国人。啊大家好，我是阿雅，阿雅，啊，제가이번에연말에처음소개됐는데이번에와서소개돼서너무기쁘고항상저희응원해주셔서감사하고앞으로열심히할테니까저희예쁘게봐주세요사랑해요새복많이받으세요신년快乐讲的太好了，我听得懂最后一句就说我爱大家了。其实前面的我们也听得懂了，还是我们叫那个 Jesse 出来翻译一下。先出来听到的。OK， 而且阿勇，你把我们留下来，等一下我们翻一下 Jesse 的部分。哎、欸，你们现在很重要啊，因为你看看，我看到你们表演，我觉得太棒了。那韩国有 Blackpink， 我们现在台湾有千步大叔乐队，加油啊！好喜欢你们。他们要进军韩国了耶！对，明年二月，对不对？就要去韩国当练习生吗？对，没错，我们2024年我们一月底我们有一个焕然小熊的专场，对，然后还有我们二月我们会去到韩国，然后进行一个晋级的训练，然后五月份我们会在那边发行单曲，然后登上韩国的打歌节目。太棒了，太棒了，一定要支持他们，好不好？好了，希望你们的愿望都能够成真，好吗？但下一组我们要介绍一下，是很棒的独立乐团哦，没错，美秀集团要来啦！来，我们的应援手鼓赶快拿起来，掌声给我们的美秀集团！哎呦哎呦哎呦，有吗有吗有吗？好好好好好 ，OK OK， 哎呦哎呦哎呦，来来喽！